从观众的掌声中看得出来大伙喜欢爱听，学这个非得下功夫。对，别瞧是歪唱，你得先会正的，得抓住人家的灵魂。哎，非得学这毛病才像。是，无论学谁找特征，哎，找他那缺陷有特点才能学得像。嗯，得下功夫。何云伟就是很下功夫，用心。我这几个徒弟里边他是最用功的。嗯，为什么有今天的成绩？一多半归功于他自己。对，人都是这样，他喜欢这个他才能下功夫。哎，人人都有了爱好。嗯，好文的好武的好酸的好苦的各不相同，都有爱好啊。你刚才李菁有爱好，他呀好掏耳朵。这什么爱好啊？这你闲了门没事掏，掏得干干净净的。哦，他那耳朵勺个大，定制的。是啊，那把就一尺那么长，头上那勺跟小月饼似的。呵，掏呵过瘾了，自己掏完给别人掏。哦，求人家给人掏，谁家孩子打这过一脚踢躺下踩着脑袋给人掏，好家伙，哗哗流血啊。没少因为这挨打，是吧？下狠手啊，这各有一号嘛。啊，每人爱好不一样。哦，李文山李先生，李先生好吃。哦，美食家。虽然说民以食为天，但他这个稍微过了点。怎么吃啊？你看他，包括他填履历表、艺术经历都写上业余爱好，吃，这也算业余爱好。大饼卷馒头就是米饭吃。有这么吃的吗？今儿来的时候带了四斤切糕，干嘛呀？我说您干嘛拿这个呀？是啊，这一会儿印厂用。好嘛，四斤切糕印厂。还有咱们这个邢文昭邢老师，邢先生好喝酒。哦，好喝酒。喝也喝不多。喝多少？不喝正好，一喝就多，那就甭喝了。那天喝多了啊，拿筷子当鸡爪子，愣吃一根半。好家伙，不怕呛着？嗯，这两天咳嗽跟打鸣似的。嗨，甭形容了。来，王文林王先生，他好，好搞对象。搞对象，这个挺好。这个岁数不小了，打年轻就好这个，是吗？打四岁，四岁就好这个。哎呦，跟小孩们一块玩啊，跟着一块搞对象，过家家，弄这事儿，这个爱好一直延续到现在。你瞧瞧，搞了7万多回了啊，到现在还光棍呢。啊，一个没成，失败一次，拔下一根头发做纪念。你看到现在他不搞了。是没头发了还搞什么呀？都揪干净了啊。还有一直这些日子身体不好没来的张文顺张先生。哦，张先生好打牌。哦，玩牌。呵，最好打牌，那也是娱乐。他不赌啊。哦，就是玩，纯玩，纯是娱乐。哎，也不上外边。嗯，就是楼里边小区里边街坊自己人。今天张奶奶王奶奶李奶奶赵奶奶四位奶奶，明天孙婶二舅母五大妈，反正都是老太太。哦，他招这人了。怎么？张先生值得表扬啊。怎么？替国家分忧。干嘛？解决中老年妇女就业问题。嗨，这全跑他那儿去了。但是他这个牌技啊不好。怎么不好？别说这牌没多少钱，三两毛玩着玩吧，总输。哦，没赢过。嗨，每月都输，每月都输。哦，而且还落一外号了。什么叫月月输？嗨，这外号不怎么样。张文顺啊，打牌是中国人的特色。哦，放假，春节放假，国庆放假，没事干嘛去呢？喝两盅小酒，是打着小麻将，都好玩一玩，挺好。对，但是别赌。哦，别带钱。九赌无胜家。哎，没有赢的。你见过玩牌一辈子一把不输的吗？没有，没有。嗯，而且来说啊，这个打牌伤感情。打牌伤交情是吗？喝酒喝厚了，耍钱耍薄了。哎，有这么一句话，喝酒的时候都是这样。来，您喝着，喝着，不喝，哎，不是，是，都这个心态。哎，耍钱不行是吗？盼着你输。哦，我得赢，就动心眼儿了，弯心眼儿琢磨我怎么能赢你。人的本性全出来了，就露出来了。要不怎么说喝酒喝厚了，耍钱耍薄了？一点都不假。说的对，人不一样，每个人关于打牌的理解不一样。这又理解不一样。有人只打牌吃饭，只这吃饭，把工作辞了。哦，这也不用起照，哪有打牌的牌局啊？去，那怎么吃啊？牌技高明啊。自己该做点手脚，玩个老千儿。哦，耍这个挣钱。哦，一进来先踩道，踩道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坐下打，他没有，他提前来干嘛呀？瞧，这儿有一窗户，
窗户，这就一个门。哦，窗户后边是小夹过道，哦，过去是一堵矮墙，嗯，翻过矮墙是马路，把道都踩好了，啊，趟平了，坐着玩吧，玩吧，正玩着呢，啪啪啪一砸门，这谁来了？警察哟，抓赌的来了。啊，别人都傻了，他聪明，别动。怎么把灯先关了？关灯，桌子上的钱都敛在一块塞在自己怀里。嗯，一转身踩着凳子从窗户出去。嗯，翻过墙头上马路，他回家了。这就算跑了，多聪明。嗯，这路人叫耍钱贼，指这挣钱。有笨的，是啊，有笨的。谁呀？后台说相声，曹云金他舅舅。他舅舅笨。怎么笨？没有这么笨的了。哦，没这么笨的了。怎么？好玩牌，好玩牌也好耍，他也赢不了多少，嗯，就喜欢这个。嗯嗯，上哪儿一玩牌？哎，好，来了几位啊？来了，天津人啊。啊，来来了，哥，客气呢。我得上炕里头坐着去啊。我得上里头去啊！上里头，人都坐外边，他上里头。是啊，把鞋脱下来了。嗯，我这大皮鞋新买的，哟，一百多块呢，贵。别搁地下给我踩了。嗯，哎，所谓，嗯，你给我搁这箱子里锁上了，锁上了。你把钥匙给他。对对对，电脑都踏实了。嗯，对，踏实了。玩吧，嗯，坐着玩，啪啪啪一砸门，警察来了，人全跑了。啊，就剩他一个人不跑。门打开了，警察一瞧，嗯，就是你啊，恨你了，都跑了。好嘛，你呢？我跟您走啊，啊，走啊，嗯，走不了，怎么歇在柜子里了？嗨，锁着呢。你是图什么许的呢？啊，后台有几位好耍的，小孩们里边，徐德亮，徐德亮好玩，徐德亮、李菁，这都好玩。哦，徐德亮是因为他爸爸喜欢玩，他爸爸没事，徐德亮还四五岁六七岁，他爸爸就耍。哟，孩子放学回来，给他爸爸这儿倒个水啊，烧个烟缸啊，伺候牌局，这就熏陶他。啊，哎，他也笨，他也不行。徐德亮也笨，这玩着牌，或者还没玩之前，啊，他爸爸也说，亮子去出去看看，嗯，有没有警察呀？把把风啊，出去了，嗯，俩小时才回来，干嘛呢？不时带着满脑袋汗。嗯，哎呀，可累死我了。嗯，咱们这块没有。哦，是，我上派出所给找一个来。嗨，招吧，这不是？徐德亮啊，笨呐，笨，太笨了，这有的人一沾玩这个瘾头大。嗯嗯，嗨，干什么也不是这个过瘾。是潘云霞的爸爸，嚯，后台潘云霞的爸爸，嗯，瘾大的让你看着都不敢相信。是吗？没有别的爱好，就是打牌。就这么一号了。夏天，嗯，三伏天，嗯，四十来度，哟，他也打牌，那热呀，屋里边空调坏了，哟，电扇也坏了，你瞧瞧，跟龙屁似的，啊，这也玩，不敢出去玩。对呀，出去人瞧见了，逮着了，门关上，窗帘挂上，嗯，把这个棉被拿出来，窗户门全弄上，整个一蒸笼，有灯不敢开。哦，这点一小灯泡，哼，比松子大点有限，这点亮，刷一层黑油漆，更没什么亮了，那就。桌子上铺一大毛毯，嗯，毛毯上铺一个小被单，瞧瞧，不敢扔牌，哦，这牌不能扔，嗯，啊，摆得了，这要一扔，嗯，这三家都得站起来，干嘛？得磕脑袋，瞧这牌，你瞧瞧，本家先看，嗯，拿过来看，看，借着灯影。六万要吗？做贼呢？这一宿打了一圈牌，全顾看牌了吗？那就功夫都搁在看牌上边了。你图什么许的呢？啊，好这个呀，喜欢那怎么办？是不是？而且来说，这个打牌是最品人性的。哦，这个看人性，有这么句话，嗯，宁学喝酒醉，不学下棋心。这怎么讲呢？喝酒的时候，来大口喝，喝着。光光喝把自己灌醉了，嗯，好人，这人实诚，都实诚，对，宁嚼喝酒醉，嗯，不嚼下棋心，下棋打牌都是这心理，嗯，我怎么能赢你？还是算计，我怎么能够让你输？嗯，开动脑子，动脑子，这会儿人性全出来了，嗯，有的人啊，往这一坐。赢牌的高兴，赢牌输不起，哦，不能输。哎呀，输不起是吗？能赢不能输，啊，赢了就高兴。往这一坐，要说赢牌了，嗯，脸上都乐开花了，高兴了吗？摇头晃脑，怎么都行，美了，高兴。你瞧，这马牌可不错呀，啊，起手就好。你瞧啊。茶壶茶碗的没有，嗯，鲤鱼拐子事儿怎么讲？今儿个仅仅左眼一劲儿的跳啊，嗯，好啊，嗯，
要发财、啊、你瞧要什么有什么全齐了。今儿这天儿也好，有日子没这么好的天儿了。你瞧刮点小风挺凉快，哎，下点雨的挺解闷儿，好天儿。你听这雹子多痛快，这还好天儿呢，这个啊，看这个玩意儿，看什么什么好了。哎呀，心里痛快呀。嗯，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冲沙滩。好，啊，没有椰林缀斜阳啊，只剩一片海蓝了。他串到二人转上去了，高兴，高兴了，这是赢牌了，嗯，输牌了，不这样了吗？要了亲命了，开始是黄白镜子，哦，一会儿这脑袋跟三角红似的，全变色了。四家打牌，这三家不是人了，都过不去了。哎呀，来上了，哼，好，好，不错啊，不错呀、啊，满了好，嗯，我心里发满。小茶馆是没开壶啊，哦，壶了打烧火的，闲话，壶吧，我净等壶窗户了，我好嘛，坐这地儿八成埋死孩子的地儿，哼，闪电神掉冰窟窿里边，嗯，我是凉了半截了，好嘛，鬼迷张天师，嗯，有法没法了，我也全是俏皮话，把缺德搁在车上，怎么讲？忒缺德了，好嘛，什么？给缺德抓把盐，嗯，齁缺德。哎呀，不错呀，不错，打吧。跟你作为对联就好不了。对门这位，我告诉你，嗯，我也贼出来了。哦，咱俩人啊，犯相，犯相，知道吗？嗯，你属狗，我属鸡，嗯，鸡狗不到头，白马犯青牛，嗨，挨不上。你这狗还不是好狗？怎么？长得就狗头狗脑，你整个一柴狗的串儿，我告诉你们，招你了人家。哼，上回跟你做一对联，我输了1700，你知道不知道？嗯啊，倒霉模样长得啊，哼，我脑门都绿了，绿，镶翡翠了，啊，净吃菠菜了啊！你爸爸是大力水手，你爸爸才大力水手呢，招你了吗？人家。别扭啊，上尖下尖也活不了，都不行吗？我行啊，上尖是别顶尖啊，顶尖顶尖废话，哎呦，嗯，哦，这不错呀，啊，庙上不见顶上见，顶尖吗？啊，哦，这你怎么了？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啊？嗯，我跟你多大仇啊？哦，我挤兑你爸爸跳井了，啊，耳朵话，我挑唆你们两口子不和了？没有，我把你儿子卖了，嗯，你干嘛跟我这样啊？我说话你听着，别假装听不见，坐这跟个粪堆似的啊！嗨，什么话？还乐还乐，别呲牙了。嗯，好，这大板牙啊，半斤一个。嗯，别张那么大嘴啊！我打小就怕尿罐子啊！嗨，废话太多太多。下家也是事啊，下家他打牌，下家吃不吃？吃，吃就是废话，这也不行。这是打妖姬，嗯，人家保不齐有用。对，哎，好嘞，别动。啊，妖姬你也吃？我有用啊。你倒问明白了啊？妖姬你吃？大夫怎么跟你说的？不告诉你忌妖姬吗？有忌妖姬的吗？哪个大夫让忌妖姬呀、啊？是啊，这倒不错啊。嗯，哦，张张跟这儿拉不下，好。好啊，嗯，行了行了，撂去吧啊，别抽烟了，玩牌过瘾，抽烟也过瘾，这也不行 啊， 啊，你瞧瞧，院香老举着，杨家风老抽、嗯、小孩没奶干坐那玩意受得了吗？那个啊，你横个扣子不也解闷吗？你啊，有横那玩意儿的吗？啊，其实是倒了没了意思，发财的苗全没有了。嗯，打刚才坐在这我就别扭，我看你也是，我这地儿八成是埋死孩子的地儿啊，怎么这么别扭呢？嗯，又怎么了？哎，不对啊，嗯，怎么这么腥气？哪儿哪儿的味儿？呵，怎么了？臭牙花子！好家伙，我说怎么这么腥气？嗯、给他包瓣蒜啊，包瓣蒜横着，横蒜啊，去去嘴里这味儿，那能去得下去吗？这哪受了我？不是，不是你，不是你，这味儿打这边来的。你找准了？这儿了，这儿了。这怎么了？呵，这串脚气呢，这个啊，嗨。玩牌是解闷儿 啊， 啊，你串脚气也解闷儿。你串完你倒洗手去啊，不洗手跟着一块儿胡了牌、嗯。我抓牌还爱蘸唾沫。嗨、哎，脏不脏啊？这个，我说怎么这么闲呢？这是 啊， 啊，你这是打算齁死我呀？啊，这快行了，点盘蚊子香吧 啊， 啊，我要吐了。哎呀，把房盖给它挑了吧。没听说过打四圈牌挑房啊？抻头给人拆房啊？
人性全出来了。不行，过去还有这么一路玩法啊，老太太们玩的哦，斗石壶，哦，梭壶，哎，有意思。天津叫斗石壶，嗯嗯，北京叫梭壶，哎，老太太们居多呀，啊，坐了一块儿，大妈找二婶儿，二婶找四姨儿，四姨儿找五妹妹，哦，反正全是老太太，哎，坐了一块儿，你听吧，嗯，不是斗牌，那是斗画，全是画，呵，满嘴都是画，啊，这抓起牌来，嗯，庄稼抓48张，对，哎，跟别人不一样，嗯，我来啊，抓牌吧。我告诉您呢啊，嗯，我可讨厌抓头一把了，这就说上了，你知道吗？嗯，这头一把且不开胡呢。哦，刚才大妈找我时候，嗯，可没跟我提说今天有二婶儿。哦，你要说有二婶儿啊，嗯，今儿我们可不来。怎么？二婶老嫌我说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嗯，姐们坐一块儿图一什么呀？嗯，不就是玩吗？嗯，我打娘家做姑娘时候我就好玩这个。你说咱干嘛去呢？嗯，听京戏不懂，嗯，看评戏没有，话剧咱也不明白，哦，电影怪闷得慌的。嗯，姐们坐一块输赢搁一边，3块2块谁往心里去？10块8块也不算什么呀。嗯，谁手头紧了借个180也拿得出来。好，昨天五一这通闹，非垫着胡牌，结果没胡吧？人家四妹妹胡的，输赢别往心里去。哎，昨天这通闹，说实在的，我心里不宣愤。嗯，回家之后，昨晚半夜3点多了，暖壶也没沏啊，炉子也灭了，他给我打起来了，他给我一嘴巴，我把大褂给他撕了。倒不是我怕他，回头他也莫问，我也莫问，不让街坊睡觉，这我可犯不上。哎，把人家做姑娘时，我就爱玩这个，可有意思了。输赢搁一边啊，打小我妈不让玩。我跟妈都打过架，哎，这孩子别老跟着我出去抢，有卖线的没有？有卖线的买线，给你爸缝大褂。大妈您找我，要不然不来，家里盆都泡着了，碗也没刷，地上也没扫，猫也没喂，真乱呢。我跟您说啊，一十二十，哎呀，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啊？98张，大过了。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哎，今天呢，咱们都是带论字的。哎，啊，赌论，嗯，吃论，结巴论，嗯，大行论，哎，摇论啊，往哪儿比划？往哪儿比划？摇论，嗯，摇论来说，过去是一个老节目，传统了。地上演的多，哎，什么叫地上呢？就是街上，像天桥啊，嗯，南京夫子庙啊，什么这个天津的三不管啊，嗯，在街上表演叫画锅，画锅撂地，哎，但是呢，嗯，有的话不适合在舞台上表演，哎，所以我们呢，就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啊，全去了。没别的，那还演什么呀？取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摘了一点东西放在这里边，增首一尾。嗯，希望呢有更多的节目呢能够放在舞台上。对，下周呢咱们有一个红白喜寿事的专场。啊，这也专场？哎，红事会，嗯，白事会都有，什么大上寿，哎，福寿全，好啊，这类的节目有这么一个专场。嗯，另外头尾呢有这么两个群口的节目，哦，啊，也是跟这红白事有关系。嗯，您要是有时间，希望您来支持我们。哎，捧场，哎，大家来捧场。嗯，今天来的人可是不少。嗯啊，当然了，这个有的人没来，因为什么呢？有的朋友是定了名儿的座儿，哦，订票，哎，定了名儿的座儿。嗯，人说了说周六没有时间，嗯啊，周日来听吧。好啊，也挺好。嗯，每天来都行。对，看您的时间。哎，啊，不能强迫您，有正事别耽误了。您方便，有事忙您的钱。对，你打发人带票钱送来，是吧？还得买票。人也不来，票也不来，这个不合适，是吧？没有这么说话，交朋友嘛，啊，交朋友嘛，是吧？这个听相声有好处，嗯，有好处，心情开朗，哦，往上一坐，哈哈大笑一下午，高兴，20块钱，哎，诸位在北京城，现如今20块钱高兴一下午，这地儿不多，没有这消费的地方。咱于谦上那个地儿玩去，没几百出不来。哪个地儿？我就几百。这您说清楚了，哪个地儿啊？饭店吃饭去啊！您这把这话说头了。对，饭店吃饭没几百出不来啊。他上那个地儿是吧？是吧？哪个地儿？您还是怎么意思？您这就是娱乐娱乐，不管你唱歌去是吧？你上哪儿玩去？你我这就外边娱乐消费。对对对对对。啊！但是在这儿20块钱不算多，便宜是不是啊？啊！您算呢？这是今天下午8段相声。对，8段相声这多少人？1段2人。嗯，16。人对，你合1块多钱一段啊？这怎么算呀？1块多钱，这合适啊？合适啊？据这个崇文门菜市场统计啊，今天下午在北京说相声就咱们这一家啊。这归菜市场统计啊？别处也不管我们了啊？嗯，我们跟菜市场联合，归菜市场了。常听相声来对您有好处哦。家里有朋友来多通知一声，哎，一块儿听相声去吧。对呀，是不是解解闷儿？对，别老跟家待着。别跟家闷着，出来散散心，也开春了，嗯，天也逐渐暖和了，是不是？嗯，当然了，
真有病我们治不了啊，有病不管，这治病治不了。哦，心情压抑这还行，嗯，开个心说真有病啊，您这个肝炎肺炎啊，该看病看病，这我们这儿不治，给治不了。对，不过现在来说呢，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嗯，咱们这个医学也确实是突飞猛进，发达了，很多病都能治。嗯，当年不行，以前，哎，那个年头肺炎就死人了，啊，那叫肺痨嘛，没有那阵没法治，不懂，对，治不了，死了。当然那阵也没有什么非典呢，艾滋病这都没有，心病也没有，心病是不是？嗯，那阵来说好多病现在不叫事儿，哦，到那就治好了。前些日子，于师哥，非典、艾滋、癌啊，仨病全得一块儿了，我没治了，我这个小三灾吗？小三灾啊，非典、艾滋、癌，这叫小三灾啊？他就是得着玩，得着玩，甭客气了，个性你知道吗？个性啊。朋友一块喝酒，你没得过，他我得去，下班得去了，这也往上冲啊，很好。到医院那儿嘛，给喝碗酸梅汤就好了，你看看，套病号去了。那这个祖国的医学现在很好啊，啊，什么病都能治，没有治不了的病，没有，是没有治不了的病。是啊，啊，你说外边的哪儿，你出去了，当有人拿弓箭，夸你来一箭，遇上这事，到医院就治好了，啊。心脏坏了啊，肠子哪儿坏了，拿出来给你换一心脏，对吧？心坏了，哎呀，心脏病坏了，心脏病到这看看，今天挂切开了，嗯，对吧？片下来，这不要了，不要了，上哪儿给你移植一个吧？换心，得找合适的，找来找去，哎，北京动物园死一狼，嗯，太好了，狼大小合适啊，改了，把这狼的心拿来，跟你规划，哎，正合适，正合适，我就改狼心了，好了，过两天肺又坏了，哎，对。我一猜心坏完了肺就得坏，切完之后大夫得看呢，啊，研究病理啊，啊，是啊，先切下来，对，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病啊？是吧？你切的它还不坏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啊，把这葱给我啊，对，没多少没法吃，是吧？你看看这没事，好治啊。哎哎，那有一个顺义有一狗场，哎，死一狗包，嗯，盆儿切开了，啪。嗯，给你搁里边，对，以后你见人很客气啊。我都拿舌头走看了，是吧？别说了，是不是？别说了，还有两块，还两块啊？这没听说过。后来骨肉坏了啊，这行了，换一老鼠的啊，就甭说了。凑够一句这成语，这叫狼心狗肺，鼠肚鸡肠吗？是吧？甭凑了，反正什么病都能治啊。什么胳膊掉了？胳膊掉了，胳膊换新的。你倒退些年，假肢倒退些年不行。你想想，嗯，你想想小时候，你倒退五千年，你做这事儿，有我吗？对呀，是啊，你琢磨那是可能吗？不可能。现在很简单，比如说你出去吧，我出去，这儿演出完了啊，你开着你的车，哎，玩命开啊，这叫玩命蹬，知道吗？不是玩命开，你别就模仿那种开法了，是吧？这我模仿他干嘛？过什么瘾呢？这个观众看见你，哎，于老师啊，哎，你们好，你们好啊，您干嘛去？耍流氓去啊？别在这说了啊，没有，好说实话是吧？说什么实话？我没这毛病啊，出去玩去了啊！一瞧前面，呵，怎么了？我一美女也骑自行车啊，这后面看着身条太好了，好宽肩膀，哎，小腰一掐啊，穿的挺好的。头发挺长，好，风一吹，这头发都飘起来，漂亮。顺风一闻，呵，嗯，一股子麝香啊，麝香，这姑娘身上有麝香，嗯，哎呦，追吧，哎呀，玩命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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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横着，追到这儿了，嗯，瞧这姿势，脸长得跟李嘉存似的，好嘛，您瞧我费这劲啊，他说你很震惊啊，啊。红灯上，嗯，前面有大卡车停住，大半挂，东风大半挂停住了，嗯，姑娘从半挂这儿骑过去了，人过这脸，人家拍照，有一个零，啪，整个翻过来了，嗯，这车司机不是怎么回事啊？往后一倒，大汽车从你手腕子这儿，啪，哟，压过去了，从这儿压过去了，老百姓都吓坏了，出事了，压流氓啊，压流氓像吗？流氓压着了。这甭嚷了，打电话吧啊！
来的还挺快，救护车来了啊，车门一开下来俩小护士，好大个儿啊，一米八一个，黑胡子一巴掌快护心毛，光着膀子揣大皮兜子，好家伙，大胶皮鞋，嗯，哪儿啊哪儿啊，这护士他舅舅来了吧，这是哪只压着了，什么叫哪只压着了，大伙说抓着抓着啊，俩人大起你来，一二三四五，关上门，在医院，是上医院，是上屠宰场啊，医院来到医院这儿啊，大夫看看，没事，这好的，这好治，来怎么治，趴这先打针，哦，打针过伤风针啊，嗯，哎，拿圆珠笔在屁股上画一圈，这干嘛，打针呢，瞄准，瞄准，拿过那针来，哎，打针，嗯，这是打针的吗，这个开始做手术，腕子这儿啊压坏了啊，多少连点汁儿，对，怕它传染呢，嗯，得从这儿切，从这儿切，哎，你俩小护士过来了啊，摁住了，你大夫一回头有一冰柜打开了，嗯，拿着小小锯儿啊，换锯条摁住了，这还搁冰柜里干嘛，多着，上后边有倒模室，倒模，哎，有科学仪器啊，弄，一假胳膊，跟你这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假肢吗？一会儿弄出来，五分钟就得，啊，快，一模一样，嗯，你那个呢？啊，就送到食堂去了，这就炖了，啊，给拖回来，嗯，大夫看看，搁好了，拿个螺丝刀来，啊，假肢了吗？全上了，好了，没事了，伸出手了，一模一样，伸手，那咱们，行，跟真的一样。就是真的，就是真，没有这么比划的啊！打着行车怎么都行啊！啊，早晨做操啊，没事没事，你练练拳击啊，这都行都行，就是不能打架。打架，你人打你，你打他吗？打，啪给一嘴巴，对，你这空了，那挨打的掉你胳膊跑了，嗨，饶一胳膊去，你怎么办呢？还得追去，嗯，啊，胳膊能治，高科技，没事，腿也行啊，腿，啊，腿也行。行行行，别瞎说，胳膊好了，你出去野去，你啊，人家待不住啊，出去遛弯去。嗯，这什么所在？到一地方，一堵大高墙，嗯，俩窗户，哦，窗户里往外飘那水蒸气，哦，里边哗啦哗啦水响，哦，有人说话，二姐，嗯，给我搓搓后背。于老师很好奇啊，嗯，这个要参观参观。有参观的吗，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啊，干嘛，嗯，看看吧，看扒着墙往上来，一点一点的来到窗户这儿，费劲啊，看锅炉了，哦，那个窗户扒错了，我下来了，刚站住后边站四个保安啊，啊，打工去，那好，啊，没事，你得扒你澡堂子去了，我干嘛呀，我打追，大伙儿追，你跑，这事儿发生的劲松，三分钟跑到公主坟了。你瞧，看看锅炉就这么大楼子，嗯，你都跑急了眼了，啊，上机动车逆行道，啊，瞧瞧这地方，打对过，嗯，来大汽车，动你就搬进创上了，嗯，眼前一黑啊，哦，哎，又一睁眼，没事儿，坐在草地上，嘿。这很神奇啊，这也奇怪啊，嗯，你瞧在那儿了，我刚才跟那儿来着，哦，现在在这儿没事儿啊，一点也不疼啊，劲儿吗，很奇怪，啊，对对，那只脚是谁的，别蹦了别蹦了啊，就是我的，别蹦了，鞋一样，袜子也一样，这不是甭比了，这还比什么呀，这边转一个啊，打电话吧，啊，又来了，车来了啊，啊，下车给俩小护士啊，下来了，络腮胡大皮兜子啊，还是那俩，嗯嗯嗯嗯，扔车上关上门，十分钟又拍回来了，怎么忘拿那脚了，呵，干什么来了，你干什么来了，这是本医院啊，大夫要换又来了，来来来来来，还挺勤的，这啊，哈，嗯，哦，烫，
还是这套。嗯，打针吗？这是打针吗？我伤风针呢。嗯，脚脖子这儿折了，为了保证安全，嗯，这大胯那儿锯，够狠。来来来，这腿这儿捆好了，嗯，捆好了，这俩大夫锯，换大锯啊，俩一块儿。嗯，把心安领来的，咔，还是撅舌的，三号去。嗯，小护士扛着就走了。啊，来了后倒模使啊，啊，倒模又倒模，一模一样。嗯，你这个又奔食堂去了啊？还是炖，我来，上螺丝刀。嗯，一切都很好。哦，跟真的一样。还是走道没有说高低不平，没有，没有了。那个能退货，知道吗？你这高了找他，找了没事，你这好弄啊。行啊，一模一样。哦，上楼。没下楼都行，不显，那就踢球差点。踢球，球来了踢不踢？踢呀、啊，大。嗯，大话说起来，你这空了，嗯，不能踢球，但是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处？出去你能防身。防身？谁跟你打架？你掏螺丝刀来，啪啪啪啪，拧起来抱着大腿啊，拿手就能踢着，你知道吗？嗨、哎，行了，甭比划了，跟我一样啊。啊，上飞机这得托运，你这腿算凶器。腿算凶器、啊、哎，托运你蹦着上飞机是吧，下来之后领行李再弄上，麻烦你这多好啊，哎，很神奇啊，甭说这个，嗯，脑袋也行啊，您这脑袋行啊，腿好了本来家里人不让你出去，你野惯了呀，接着来，你得出去玩去啊、嗯、家里人没注意你跑哇跑出去，到这儿歇会儿吧、嗯、坐去把链子摘下来，我还是这毛病了，是怎么着？甭学了，就换那肺换坏了，你知道吗？换肺没有挂链子的。哎，前面有一美女，很好看呢、啊。嗯，改不了这毛病，也改不了啊。这根儿太漂亮了、嗯，后边跟着人家，这美女回头看看你，嗯，很不屑的样子。哦，哼，拢了拢这四根头发呀、啊。这美女四根头发呀、啊？原来是五根，刚才掉一根。哼，以前也不怎么好看。后边追，嗯，人家骂街，逮流氓啊！吓坏了，跑吧，嗯，顺胡同跑，啊，跑累坐着歇会儿，嗯，正歇着呢，后边修房，大房子掉东西来了，哟，钢筋水泥的一个小坨子，小坨子，四千来斤，小坨子这是，大，整落到肩膀上，哎呀，脑袋搭腔子里头去了，你不知道，这一大坨子，嗯，你还左右看看，这我还看什么呀？哎，天黑的早啊。上午十点多呀、啊，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呢？嗯，怎么会呢？哎，哦，都石头了。嗯，很纳闷，一低头，咣叽，石头掉地下，反应太慢了，拿手一摸，就剩脑瓜顶了。行了，吓坏了，喊吧。嗯，救命啊！嗨，救命！哎，这，救命啊！就甭喊了，很形象，在腔子里头了。是，我知道。车来了，车门一开，下俩小护士，嗯，一个一米六七，一个一米六二，这不高，小姑娘，长头发，高跟鞋，超短裙，是，和穿的很好看，啊，这漂亮，姑娘长得也绝对漂亮，好啊，看吧，看，那我看得见吗？那个看不见了，那箱子里头的，玩命看吧，看什么呀？看，敞开的看吧，啊，俩护士啊，过来把你弄到车上。在医院一进门，这图什么去呢、啊？大夫拿着圆珠笔等着你了。啊，来吧，早知道我要来，哎，画一圈，打针，打针啊，摁、好了，拉脖子，嗯啊，挂下去，嗯，哼、啊，我一拍就是，咵、弄起来，拿盘拖着，嗯、后边倒模、哦，倒模弄出来、嗯，上好螺丝，打这起你算是啊，好了，死了，死了。不是快过年了吗，给大伙儿带来一台好节目啊，我们这台节目是非常的精彩，是下基层的春晚，嗯，既然是下基层的春晚呢，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叫我要下春晚，我心潮澎湃，真的我特别的高兴啊，嗯，大家跟我们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刻，我有几句话要讲一讲啊，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是回来了吗？哦，没有，还是我一人。嗯，今天我们团聚在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祖国天桥
北纬路甲一号德云社剧场。为使大家度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春节，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月23号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72小时前，美国第56届总统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正式宣誓就职。552小时前，前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再次被羁押。为我们即将到来的牛年开了一个好头。古人云，天增岁月人增寿，今天是封箱。这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人们反对形式主义、大干四化、反腐倡廉、全面奔小康的幸福愉悦心情。2008年12月24号，日本警方发现范岛爱同志离我们而去，我们不禁感慨，这位为观众奉献了青春的女艺术家是实实在在的德艺双馨。他用心、用情、用汗水讴歌了劳动人民的勇敢和强壮。范岛爱同志的离去是中国相声界的重大损失。导致了大批相声艺术家的业余生活更加匮乏。我们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才能出更好的相声作品呢？2008年，生肖是鼠，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的南方雪灾到汶川地震，从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到春运票源紧张，当然最令我们全球华人感到骄傲的就是举世瞩目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全球华人为之欢腾，炎黄子孙为之骄傲。接下来请欣赏由60多人为您表演的相声大拜年，我要下春晚。再一次感谢三鹿牛奶对我们节目的赞助。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两个人说的是对口相声，三个人说的是群口相声，62人说的是春晚的相声。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60位演员与大家见面，有请。不用借人，我们人齐。台上站的是我们的60位演员，年龄有大有小，从我们年份最高的宝子辈的老先生，对不起，口误，一般直播都有口误，黑色一秒钟。今天大家在一起，我们也不算是一个相声，无非是给大家拜拜年，一个串场的节目。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指挥家小泽千尔先生。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感谢三鹿牛奶对我们的赞助。喝三鹿，全民健康。父子天来喜冲冲，复原山清江雨平，复如东海长流水，寒复来迟身穿大红啊。可以了，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君请看相声百年。相声大拜年，各位朋友，我谢谢你百忙之中来到这里，我们和大家今晚欢聚在一起，我的心里感到无比欢喜。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情谊，我们牢牢记心里，更不能忘记各位朋友为社会主义立下的新功绩。我衷心地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合理合法地多赚人民币。我头上有犄角，犄角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尾巴尾巴，谁也不知道，知道知道，我有多少秘密。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我有许多小藏民，小藏民，小藏民，我有许多小藏民，小藏民，小藏民，我有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咯叽咯叽
个吧唧吧唧，红伶伶哩。少林少林，敬仰烧饼烧饼，欢迎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成故事多，就告诉你，就不告诉你。星星，就告诉你，就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哎，就告诉你，就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一九那三七年呐，鬼子兵就进了中原，先打开卢沟桥，后打进山海关。鬼子兵就放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瞄了一瞄准儿，飘打死个翻译官，他两眼一瞪上了西天哪，哎哎呦，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鬼呀嘛鬼门关，死去的这个亡灵啊，两眼就泪不干，两眼就泪不干，我佛爷如来妈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王爷们望天涯，王爷们望天涯，天涯呀哎哎叫，小妹妹是件郎是真郎啊，咱们俩人一条心，我佛爷如来爷妈你妈咪哄啊，哎呦哎，吊炉烧饼，哎，扁又圆，
里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来看看，煎麦三天不为的把钱赚，所谓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哎哎哎哎哎，动起不动，哗啦，砂锅碎了。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寒阳脆砂瓤，一字一块不要黄，你们要不信就请尝尝。你们吃啊，吃，算下好了。各位老少爷们儿都到了茶馆来呀，您捧的德云社这块金字招牌呀，看西山到北海，谈胡说怪，哎，谁高衙那个三俗啊，大伙儿心里明白。天太平大清朝一倒，铁杆的庄稼埋，老前辈发明了相声，江湖引笑来，张三路穷不怕，音容犹在。太平年长江水后浪就把那前浪催起来。年太平说了声会六百段，骂声响起来，艺术家会三段，一辈子瞧安排，这年头真真假假难分好坏。太平年装什么大尾巴狼啊，这是你的大巴盖。天太平也别说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白，也别说下里巴人茶馆的小舞台，哪怕你帝王将相也得来点痛快。太平年愿诸位阖家欢乐，笑口常开。年太平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啊，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好朋友们，我们北京德云社2008年封箱演出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光临，再见。谢谢，这节目好吗？于老师现了本相了。
啊，让于老师带上。我让刘还啊，那于老师还得带上。我那带上还不害怕呀？你们？我万幸我没带那个吧。他们买俩，你知道吗？我这不适合我，不适合我。他们给我买一分头的，我看见带上，想起20年前来了。谢谢大家嘛，谢谢大家吧。水平有限啊，也没有这么高的造诣，这一台节目也教育不了您。但是我们这个就觉得是大伙儿全家人在一块儿过年了，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听完这台演出，您可能解决不了组织问题，嗯，也不足以上您上升的一个什么高度。但是如果开心就可以了。郭德纲、于谦代表北京德云社这几十位老少爷们给大伙儿拜个年吧，谢谢各位多年来对我们的支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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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大家啊，谢谢。春节前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再演出就过完年了，就是初八正式的开箱啊。明年我们还有很多好多演出的计划，何云伟带着。因为到今年为止，我干这个行不算学艺期间，从干专业开始到今年是第20个年头啊，人家都50年、80年、140年一大庆是吧？我也等不了了啊！他们老盼着我，我就救活了今年吧。有一个小的总结，不敢说是舞台生活如何如何，给大伙儿一个看看我怎么样，我有一个汇报的机会。是是是啊，所以今年我们估计从年初排到年底，各种演出很多。啊，比如说可能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来，都这一月都演新节目，这个月全是传统的节目，这个月失传的曲种曲目，这个月就是说书，这个月就是单口相声，啊，这个月就是西河大叔，啊，这一个月就是唱京剧，大伙儿全集体唱戏，下个月就是评戏，就是梆子，啊，明年到年底跨年的时候，看看如果合适，我们可以搞一个相声春晚，找一网络，咱们现场直播，大伙儿热闹热闹，是吧？嗯，水平有限，水平有限。人家上春晚，我们只能下春晚，是不是下春晚？谢谢大家吧，给大伙再唱几句吧，好不好？嗯，唱几句什么呢？哦，太平歌词啊，咱们一块儿吧，啊，咱大伙都会的，嗯，好，嗯，听大伙一块儿唱好不好？你看，咱们宅吉利的，嗯，小上坟这吉利吗？不合适啊，就是不合适。那没有一块能唱的啊。嗯，那算了吧，算了吧，这别算了，唱一段，唱几个，唱几句，唱个叫小帆吧，好不好？嗯，你喊半天了，嗓子未必上得去啊。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新鲜，站立宫啊门叫响。好，该于老师了啊！累死我也唱不上去。嗯，啊，怎么了？让圈哥死去？谁说的？那胖子说的。没听说啊？陈凤民。嗯，这又一名字，这多好听啊！赵一清也行，也行啊。啊，你上哪儿去？咱们都听相声了啊！你再等会儿，一会儿就完了啊！啊，出去啊，刘文成，嗯，哎，这要我来了，再给大伙儿唱一个河北梆子的叫小帆吧啊！啊，老少爷们儿从开场就后边站着，你知道吗？嗯，站一晚上。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谢谢，给您拜年了，谢谢。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表演者郭德纲、张文顺。好好好。
啊啊，这样遭罪。哦，是啊。那我这边，哎，对称的好看。哎，来的人不少，还不少，头一排都快坐到台上了。刚才啊，是我舅舅啊，老先生多坏啊，留坏粉的就。说的一段双簧，嗯，让两位老先生下去休息一会儿。对，换上我女儿俩来。哎，大伙儿都熟悉，张文顺张先生，嗯，相声界的老前辈，不敢当，自幼从艺，哦，北京市曲艺团头一科的巡员，哎，那一班的大学长，就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北京市面上这几位相声名家，嗯，都是跟着您长起来的。那那会儿我十九，他们十二三，是不是啊？对，老前辈啊，干了很多年，后来呢，让团里开除了。干嘛呀？现在这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啊！那会儿叫什么事儿？那会儿人封建是吧？说，你说觉得家长们不干的呢？咱可说明一点啊！哎，女学生、女同学可没意见。哎，对对对对。倒霉倒霉，这帮老封建人。有道理，有道理。嗯，这得亏国家拦着您啊，要不然老艺术家早就成老流氓了。哎，这是玩笑，玩笑。相声前辈，嗯，张文顺，要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嗯，学生叫郭德纲，对，相声界的一个小字辈，嗯，从七八岁开始学，到今年干了二十多年了，怎么样？很对不起大家，为什么？没有成绩呀，很惭愧呀，刨去我们家里的亲戚，没人认识我呀，谁呀？心里不是滋味，哎，也别不是滋味。把我搁在王府井，没人认识。啊，搁那儿是不行。认识我吗？哎，走了，你看看。王府井人不行。搁张先生行了。我呢？我。张任。那认识我吗？认识我吗？呵，哎呀呵、啊。不认识也别打呀，我招惹你了。这是那女同学的丈夫。不好找你啊，在里头打不着你是吧？放出来就行了。嗯，老头的身体不是很好。哎，对，今天呢，保外就医出来呢。胡天是不？不有一名词吗？保外就医啊？那是什么？那是法院出来，医院出来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哎，身体不舒服。对，但是也没有大病，大家别担心。哦，小三灾，小毛病，非典、艾滋、癌。仨哪个都要命啊！这仨不灵，喝点酸梅汤倒是见好啊。说今天观众多，老头得上这瞧瞧来。哎，对，看见了吗？怎么样？满坑满谷，他多少观众、嗯、啊？还有站着听的啊！对演员来说，这是多大的鼓励，多大的安慰！由此可见，相声不是低谷，有人爱听，干吧。但是话要说回来，怎么呢？不一定把相声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哦，这不是万能的。哎，比如说啊，嗯，那些年，劳动工人文化宫张艺谋导演的一个歌剧叫《土兰朵》，有这么一个，好不好？那当然好。正唱着呢，来四个说相声呢，都跟王先生是剃光头穿大褂，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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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唱不下去了，这就再唱歌唱去。由此可见，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一定哦。比如说啊，您说，有的人满肚子都是知识哦，可这知识不一定能印成的书。有印成书的怎么样？不一定是好知识哦。承认吗？承认，是不是？对。单位里边好多领导啊，不一定真有水平。嗯，被开除的那些个啊，不一定没有能人。这话我爱听。书记，我怎么干？他老自个儿着吧这个，你知道吗？嘴欠，你知道吗？咱说的是这种社会现象。哎，书店里边不一定卖的是书，有道理吧？药店里不一定卖的是药。是啊，卖什么的都有。哦，营养液，对，不一定真有营养啊。保健品，张先生以前做生意做过这个。哎，我看看，开
过一厂子卖鳖精，啊，买一个王八熬汤兑水，嗯，装小瓶卖，干了12年，一个王八没用了。现在这比我这强不了多少，是不是？哎，所以这营养也不见得营养，对，卫生间不一定卫生哦。上洗浴的怎么样？不一定是为了洗澡哦。上歌厅的不一定为了唱歌，瞧瞧，留长头发不一定是姑娘，快剃一光头，不一定都是老爷们儿。嗯，瞅这人都干嘛来着？听相声20，起哄13000啊！走的时候这几人不漂亮，这都不让走啊！电视上的节目不一定都是好节目，对，剧场里边不一定都是坏相声。相声大腕啊，他不一定会说相声。歌星们不一定都识谱，这个不识谱太多了。感情好不一定是两口子，两口子不一定感情好。对，结了婚不一定有孩子。哦，张先生那闺女没结婚，怎么样？是个大胖小子，没这事儿。他在幼儿园里看孩子，我这吓我一跳。生活中很多的不一定哦，归根结底要引到相声两个字。怎么样？相声界现如今很多的不一定，有什么不一定？处境很尴尬。是啊，从今天说起哦，今天是相声的开山祖师，嗯，穷不怕朱绍文先生，朱老先生诞辰176周年。对，从有相声界也没有人想到过祭奠这位前辈。那是我们的祖师爷，但是在中国相声史不能不提。对，朱先生不是第一个发明相声的人，这不假。在他前面，像张三禄，还有很多老先生们，是大家共同的智慧创造了相声。嗯，可是从穷不怕先生这儿把它发扬光大，才使得相声代代相传。哎，在相声界认为朱先生是我们的开山祖，第一代祖师。对，身为朱先生的徒子徒孙，我们有义务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这是第一步。不管你多大的辈儿，没有祖宗你也不是干这个的。是啊，我准备啊，在门口这天桥广场这儿，嗯，给穷不怕弄一铜像啊。我一问一算账，150万，太贵了。我后来算了算，100块钱我就办了这事儿。那怎么办呢？买100块钱废砖砌个台儿，哦，给张先生化个妆那儿站着去。来，对，得把眼镜摘了，得把眼镜摘了。这累得慌啊，这个累有倒班的，哦，跟王文林王先生俩倒班的。这黑人似的。哎，对对对对对对。总而言之一句话，心中要知道这位老前辈。对，自打穷不怕先生把相声这个东西完善了之后，是代代相传。嗯，一直到相声巴德的年间，嗯，相声达到了一个很繁荣的位置，比较有规模了。想当初啊，有一批德字辈的演员，最著名的是相声巴德，巴德门长叫玉德龙，有瞪眼玉子外号叫。哎，为什么呢？他是奇人。对，而且来说这人眼珠子大，一瞪眼都害怕。哦，这一房的大门长，还有这个万人迷李德阳，对，张德全有，刘德志有，马德禄有，郭德纲没有，徐德亮，哎，张德武，呵，全聚德。这都没有，我们这是今年新款的。这还有2005款，德字以下就是寿字的了。哎，有寿字的。有一位相声太太，我叫张寿臣。哎，有，那是您的师爷。师爷张寿臣。对，李寿增有，尹寿山对，活受罪没有，活也已经去世了啊。哎，就受罪哈，寿字的，寿字以下是宝字儿。对，宝字儿的是人才济济，宝字儿一大批人，相声大师侯宝林，他们就那辈儿，单口大王刘宝瑞，对，孙宝才都是，王宝森，那没有，宝玉，李宝库，都是，这都没有啊。
下就是文字的，哎，就我们这味儿，张文顺有，对，王文林，哎，邢文昭、李云山、刘文亨、魏文亮，天津崇文门，文字香，崇文门也太大，崇老先生是老前辈了，老前辈。前辈名家辈出，出了很多位高人，有这么几代。但是这几年相声很不景气啊，巨星陨落，去世了很多前辈。是王世臣先生去世，哎呀，这是相声界的巨人呢、啊。对，马季先生的话，王世臣呢、啊，是我心中的相声巨人。哎。了不起的高人呐、啊！那不假。咱们后台李文山先生是王先生的高徒。对，王世臣这么大的能耐，死了。是啊，拉到八宝山一把火烧了，什么都没留下。可不是吗？刘文亨去世啊，肚腩多宽敞。对，一把火烧了。那是，也完了。是，多全宝啊，那么大的艺术家，嗯，一把火烧了。瞧瞧，有辙吗？没辙。对，现在好了。怎么好了？北京市政府颁布了条例，严禁路边烧烤。是，两码事。这相声界太好事了，哎，知道吗？两码，知道吗？您说这是羊肉串，不是为了咱们着想啊？不是，不是。少郭爷郭全宝临去世之前，我去看他去了。哦，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呀、啊，小子，你们好好干吧。嗯，我是完了。我说您别说这，您能活？哎，咱们都是干这个的，我心里明白。嗯，哪有傻子去啊？活不了了。哦，完了，就这意思了。你们好好干。嗯，回去跟文顺说一声啊，让他上头里等我去。我呀，别忙，没去啊，这人没去，不听老前辈的话。嗯啊，是不是耽误了？耽误了。年轻点的腿脚好的呀，宝宝就跑我前头去，是吗？徐德亮那样的哈，新款德字都。身体不好，少说话。你不让我闲着，我说话这大茬，哎，你伤着人不合适，哎。我爱听相声，我们爱说相声，但是现如今的相声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什么问题？这个很多原因哦。咱们现在这个地点叫天桥，天桥当初四海驰名啊，大不假，多少个能人在这儿？哎啊，打把是卖艺的，多了去了。对，人人跟这儿，指着街头卖艺，能吃饭，能养家糊口啊。今天不行，为什么呢？为什么呀？我们研究过这个事情哦，咱们探讨一下。咱们说说，比如说过去啊，这儿是天桥，旁边这儿有个地名叫山涧口。对啊，这出口这边口这儿是吧？这口是山涧口，早先是人事。说行话呀，那有茶馆，那叫船上。早晨起来，对，有些个卖力气人，拿着铁锹的，拿着扁担的，对，跟那儿等活，都集中在那儿。比如说一会儿来人了，嗯，永定门火车站卸车啊，要四个人卸八个车皮，哎，一个人给2块钱。对，有去的吗？你，哎，四个人现船，走，跟我走，拿着东西跟着去，哎，到这儿十冬腊月也拖一光膀子，嗯，卸这车，咔哧咔哧卸完了。比如说吧，下午1点半完了，卸完了，完活，一人拿着2块钱往回走，当时给钱，再有活都不去了。那为什么呀？这2块钱够活着哦，攥着钱往回走，到天桥找一小澡堂子洗澡，就这儿有山里头往西小澡堂子，对，不老很干净，对，因为这些人每天都是煤啊，嗯，这些煤灰都下到池子里，那池子多黑。据说过去那踩着能扎脚，对，伙计们拿着冷布一趟一趟的往外兜着煤、啊、跟这儿搓着啊，喊伙计怎么样，马路对过二荤铺小饭馆啊，茶馆带饭馆，来1毛钱的酒，哦，1毛钱的，1毛钱够喝了，够喝了，能给个4两半汁的，给给，要一个软溜肉片，要宽汁，喝，来一碗白皮，要8两，哦，过去那秤跟现在不一样，16两一斤，半斤给一碗面，8两半斤，洗完了出了池子，沏上一壶高碎，高碎，饭菜也来了，哦，喝着酒，就着肉片里这黄瓜片跟这个什么木耳之类的，嗯，喝完了酒，端起碟子来，为什么要宽汁啊？啊，拌面吃，拿这汁拌面，倒在里边一和拢一吃，吃饱了这儿一喝茶，哦，往铺上一躺，睡到2点来钟，嗯，出来。
天桥，天桥溜达溜达，这儿看看给二分，这儿看看给五分，对，逛一大圈天也就黑了。嗯，身上带着贴饼子，拿出来找一豆汁摊儿，后卖豆汁的，来两碗豆汁儿，嗯，咸菜不要钱，随便吃，饼包开了往里边一泡，啊，提了秃噜一吃，这顿饭算是饱了。瞧瞧，给家里买一颗白菜，买二斤面，嗯，一斤棒子面，一斤白面，嗯，棒子面蒸窝头，白面煮嘎嘎汤，瞧瞧，都准备齐了。嗯，来了这个园子，这园子过去叫小巧，当初这个地儿唱京剧，梁一鸣啊，天桥马连良，梁一鸣在这个园子唱。张宝华、张宝荣走到门口，两毛钱的票，进来要听一出戏。哎，这晚上听完了回家，把这东西往上一扔，嗯，家里人那儿炒着白菜，做热汤面，嗯，自己该睡觉睡觉。早晨起来，由打家里出来，又奔山涧口，还奔朱口这儿来。大饼是多少钱来着？大饼是1毛2一斤，来半斤大饼，哎，来一碗油渣，油渣过去炖的油渣啊，哎，大碗的汤随便添，对，嫌它油不大，买着边上的汤，哎，要给点边汤，汤汤汤这么一吃，吃饱喝足的，又跑山涧口这等着活来啊，卸车也好，干活也好，每天周而复始，有大批的这种闲散人员，所以天桥有这么大，保证了天桥当初这么火爆，哎，这是那个原因，对，而且最主要一点，当初的艺人们个个是身怀绝技，那都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要命是听完了给钱，我站这儿说，你站这儿听，哎，听完了好你才给我钱，对，不好扭头就走，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买完票进场子不听走，你活该不退钱，480一张票，做完广告了，您买完了不好，不好怎么着，少说这个，你说怎么着，陷我于助人不易啊，哎，现在人缘就够测测的，你还挤着我啊，哎，反正也是这样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要给人家真东西，对，骗人不行，当然了，现如今不光是相声界，我们这个社会充斥的假的东西太多，是啊，抽假烟，有喝假酒，看假球，听假唱，穿假名牌，戴假头套，天底下就王八是真的，还叫甲鱼，这也不假的，没法弄啊，瞧瞧，确实是没法弄，嗯，历代的相声艺人呢分别受到不同的打击，是啊，刚一解放要求说新相声，要求演新节目，你说这帮人他打小学的就是这个，对呀，四五十岁让他学新的，要没文化很困难的，嗯，有的老前辈没办法跟台上说点那个所谓擦边球的相声，对，可是呢提心吊胆，哦，工作组不知什么时候就来，有检查的，门口得安排一个演线，干嘛用？拿演一打量，哦，工作组的来了，怎么样？马上回头，要说行话掉行，赤子入了短肩裆，这说什么意思？就说工作组的来了，换点别的，换点好的。可是老先生有的不会别的啊，一听来了，说着半截儿，怎么办呢？怎么办？有办法把声音压下来，小声说，小点声。结果受到了批评，那可不是，声音小，不好好说也不行，这个啊。这是解放初期，解放初文革的时候史无前例，不光是相声，所有的艺术界全受到了冲击，整个社会遭受浩劫，所有的名家都受到了打击，那可不是，当然了，那会儿年轻一点的相声演员还是很积极上进的，是我们有一位前辈叫王双福，唱快板，唱太平歌词，说相声，对，在天津红桥区曲艺团，哦，全团大会批判反革命，他王双福蹭就上了桌子，上去了，表态坚决要跟反革命斗争到底。呵，好，一宣布名单，头一个大反革命，谁？王本林他爸爸。王双福打桌子上啪叽就掉下去了，只是当时很无奈的事情。对，马志明马先生，哦，跟随他的父亲相声太后马三立，怎么样？下放到天津南郊，也上农场了，生活条件很苦啊，是，连饭都吃不饱。那可不是，多亏少马爷聪明，怎么样？偷老乡的萝卜，他也是被
丢呢。侦查好了，有一萝卜窖，拧开门自个儿就进去了啊，往怀里装天津特产青萝卜，味青一个俩仨，正装着呢，地窖门一开，进了一人，吓坏了。怎么了？这要是逮着得要了亲命了。是啊，老乡来了，赶紧低头。这主进来收萝卜，摸着摸着，一把摸到马云脑袋上了。一摸这不像萝卜缨，哪有这样的？少马爷嗷嗷一嗓子，这噌就出去了。好了，等了半天没动静，马先生出来了，左一瞧右一瞧，没人盯着，这才踏实了。啊，上哪儿吃去？哪儿吃去？找无人的地儿吧。谁要瞧见自己偷萝卜，这是罪过大了。对啊，奔厕所吧。哦，毛卡来到厕所，厕所没人，蹲在井里边，拿耳朵往外听，正听着呢，进了一人啊，谢天顺，他那搭档，也说相声的，进来呀，接手啊，就蹲在靠外边了。哦，里边一个，外边一个，马先生心说：“你快走吧，20分钟，天顺，天顺，还不走啊？你还不走？我等你没事，不不紧的。30分钟过去了，谢天顺一伸手，打怀里掏一萝卜来，马先生乐了，刚才是你啊。”当时很心酸的往事，搁到现在是一个笑话，可不是吗？80年代的时候，相声得到了复苏，整个社会也复苏了，大批的演员纷纷又走向了舞台。但这会儿也有大批的相声演员以外的人士，以种种借口混到我们这个圈人来了。当时相声啊，净走学缺人，怎么办呢？啊，没学过的，现村说两句就敢上。当时这批人呢，现如今也成为中流砥柱。有这么一批人，为什么相声不好听呢？张先生说过，咱们相声界从业人员很复杂。哎，对，张文顺先生，这行门槛太低，是不是啊？很多人从南到北四处走学，有挣钱的，有不挣钱的啊。当然了，也有留守在剧场里演出的，也有坚守阵地。比如说北京茶馆里边有一位孙宝才先生，孙大爷一直在90多岁高龄，依然在舞台上演出，就在老舍茶馆表演双簧，90多岁了啊！当初咱们杨尚昆同志亲自接见，当时的国家主席握手之后，杨先生往这边去，孙大爷回头问别的演员，怎么问？这人是谁呀？谁呀？说这人是杨尚昆，他哦，谁徒弟呀？只给解释，别胡说，那是国家主席。哦，我说他不喊师哥呢。真事儿，这岁数的老艺人了，90多岁，但是呢，虽然说坚守阵地，可有一样，怎么样？这个演出是为了旅游团演出，好演。老爷子8年了，就说一段，想换一段剧场的方言，不让，不让，只能落一个有名无实。对，这对相声不是什么好事，谁更大的损失，是不是啊？对，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提出来了，相声要想二次繁荣，必须要回归剧场啊。1996年的时候，我们首先提出了这个理念，并于同年开始了这项活动。在我们之后，1998年，天津于宝林先生也发起了相声大会。2003年，北京其他的相声演员也终于在剧场里说相声。对，在这一点来说，应该说我们和张先生是这个事情的发起者。哎，没有。最早的时候很困难，也是举步维艰，艰难。仨人干一相声大会，哎，我们爷俩加上李菁，对，就是我们后台那位丐帮的少帮主，大眼板子李啊。2点开始，张先生先说1个小时的单口相声，哎，先垫着。我再说1个小时的单口相声，两小时了。下去歇一会儿，李菁出去唱板子，哎，都唱大的，当当当唱完了，我们爷俩出去说一对儿的，再说对口。说完对儿，把李菁再叫上，爷儿仨说一群的，哎，连续演好几个月，每天怎么干？哎，他愣没翻头啊！好，也是挺。后来呀，一年一年的这么往前努着走，哎，
逐渐的扩大我们的队伍，演员越来越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尴尬，对，最少的一次台下就一个观众，瞧瞧，一个观众我们也照眼不误。哎，那天是邢文昭先生开场，对，在台上说，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着半截，台底这大爷手机响了，啊，邢先生站那看他接电话。很不好意思，对不起，马上就完事啊。关了电话，坐着接着听。上台我就告诉他了，你要好好的听。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为什么？而且我们后台人比你多得多，关上门打起来你跑不了吗？经历过十冬腊月大雪纷飞，也经历过大雨倾盆，什么天气我们都赶上过。是，只要是有人听我们就说。曾经有一年轮到在广德楼演出的时候啊，天寒地冻，大石烂上连条狗都没有，全体演员都上门口拿着板呱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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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里边叫人。这个日子我们也曾经有过。对，经过这么多年转战南北，换了很多剧场才有今天。其实靠的是谁啊？靠的是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就靠诸位。我们爷俩代表北京相声大会全体演员，谢谢各位衣食父母，谢谢诸位。相声能够火爆，是为什么呢？这是咱们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年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现如今人们应该对我们的传统艺术重视一下啊。虽说五千年文明古国，但是很悲哀。怎么了？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得写成纸贴在墙上交给大伙儿说，这是悲哀呀。对，人们应该看一看传统文化，对，多听相声，证明您爱国。是。其中有这点意思，是不是？我认识一小孩啊，大学生，会七个国外国话，哦，英语、日语、德语、韩语 啊，法语、南斯拉夫语、北斯拉夫语、西斯拉夫语，反正会好些个话。跟八国联军坐在一块儿对着骂街，他能不重样？我说你听那相声去吧，我不去，我听不懂。法律要是不管，我早打死他们。七八国的外国话你都听得懂，中国话的相声你听不懂吗？作为演员来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更多的观众。对，我们演员内部有人抱怨过，没法干啊。怎么了？观众太少。胡说，真正能看懂芭蕾舞的也没几个。对不对？对，心甘情愿看交响乐的又有几个？是不是？是不是？炸酱面你都不吃，忘了本了。当然了，培养观众一方面是观众的事，另一方面在演员自己，在我们自身。第一要有人，对。第二你要有作品，哎，你天大的能耐，你再是相声泰斗、相声大师，你就会一段半，观众也不爱看。那可不是，人都有个腻的时候。对，传统相声啊，一千多段啊，经过演员的努力，还剩下二百多段啊。努力就没了，这那就别努力了。我们后台到如今，我们算了算，连单口、在对口、在相声、在太平歌词、在反串小戏，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已经演了600多段了，已经到现在。说相声要跟过日子一样，怎么呢？今天买一冰箱，明天置一电视，这才对呢。对，今天卖一床屉，明天卖扇门，那是败家子儿啊！败家不成，是不是啊？对，当然了。有人说这个相声为什么现在不可乐呢？你说的相声这么好，那么好，为什么好多人不爱看呢？为什么呀？能坐在剧场看的就是你们这些位，更多的人
看的还是电视上的相声。哎，电视的相声它有它的局限性。对，不能怪电视不好。对，电视这个新兴的媒体对相声有很大的作用。那不假，承认人家的好，但是关键怎么做是一个问题。嗯，首先说演员你必须要内行啊。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京剧院啊，唱京剧的连跑龙套的都是在戏校学了7年。那没有7年跑不了龙套，毕业之后他才能跑龙套。这不假，好的你去唱当这儿唱主角。哎，多次的拉幕那个也是跟着戏校学出来的。那不假，如果说今天北京京剧院没有人了啊，重新的招人，从社会上招了一批30来岁下岗工人啊，各单位下来的充实到京剧院去，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啊，这帮人不是唱戏的，他没学过。对，可是对相声大家就把这一点忽略了。我们相声啊更注重基本功啊，又应该是从7、8岁开始学啊，学到18、9岁出了徒，跟着师傅在台上摸爬滚打，20几岁逐渐的找经验，到30来岁成熟期，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可是中国相声界95%的相声演员在25岁之前都是从事别的工作的，没有学过相声。对，可是这个很简单，我们曾经统计过，我们有一单子，但是因为伤人太重不能念。我们算了算啊，我们算了算，厨子居多，饮食业多，各单位食堂的面二的、炒菜的、清真馆的，这最多。对啊，还是各种工厂的多。哎，房管站的有瓦匠，有交通警，太多，360行，哪行都有，都是那行混不下去，转到我们这行来的。你琢磨他好得了吗？好得了吗？门槛太低。另外来说呀，很多演员很多笑星没等学会他就红了，你知道吗？太早，你扭头让他再学他下不了这心了。对，已经是艺术家了。中国的演出市场很好混，会一段会两段走遍天下。为什么呢？比如说我到山西榆次，我到这一地儿演 演一段5分钟拿了3万块钱，今生今世我可以再不到这里来，中国地方大了，到死都转不过来，快慢慢骗去吧。这对，是不是？原因是我们相声界内部的问题。我们首先说啊，有人说了，抛弃传统相声，这就值左右开弓1400个大嘴巴。真的，有相声大腕说过，我们宁可要不完善的新，也不要完善的旧。是，这是糊涂，无知者无畏啊！由打清末到现在100多年，这么多老先生把中国语言里边能够构成包袱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摆在这儿了。你无论说什么笑话，这里边能给你找出来。你用的是这个方法，你用的是这个方法。对，有现成的你不用，你非得抛开了。单凭你一个人，你干得过100多年这么些老前辈的智慧吗？你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好比说厨师炒菜，你可以发明新的菜，但最起码你要知道什么叫炒勺，哪个就漏勺。你拿个痰桶炒菜说是革新，那他娘的谁敢吃啊？相声演员啊，无能的艺术家们应该对今天相声尴尬的处境负最大的责任。不是我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啊，我愿意相声好。对，茶馆里有这么句话，我爱大清国，我怕他完了。我同样用这句话，我爱相声，我怕他完了。这话不行，我爱他们，谁爱我呀？观众爱。是不是？另外来说，有关部门对相声确实太苛刻。怎么苛刻呀？要求太多。怎么要求？比如说啊，好多了，你看，台上不许打人，打人不允许。我们很多大师也提到过，不对，哦，不对，不是两个演员一上来一鞠躬拿起来，你打我，我打你，太低
估观众们的能力了。对，知道吗？打开电视你看见吗？哐一刀被人杀了，咔嚓一刀死了，大伙儿都知道那是假的。相声这不是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段传统相声叫拉洋片，我扮演一个拉洋片的人，浑横不讲理，他扮演一个看洋片的人，不见棺材不落泪一种小市民的心理。对，两个人在街头相遇，我们演的是这个人物，你们怎么会当真呢？啊，不是为了打人而打人，这是有情节的。大伙看电视看戏都知道是假的，为什么一听相声就认为这是真的呢？对，俩演员这么大的仇吗？嗯，不可能啊，对不对啊？包括语言的限制，好多话不能说，好多话不能说。剧场还好一点，你要去录音啊、录像啊什么都不可以说，和尚俩字不能说，啊，非典俩字不能说，印尼海啸不能说，啊，文革俩字不能说，不能说的太多，能说的没有什么。可是你打开电视，你看那个电视剧，骂街的、杀人的、放火，什么都有。怕我们相声杀伤力太大，那得太照顾我们了。既然我们这么大能耐，这收入怎么上不去呢？不是我抬杠，也不是我玩了命的胡说八道、咬牙切齿，都不是。咱们就是说事，包括说相声必须要有教育意义，要有相声来宣传什么，这是大错而特错，这是灭绝人性的说法。100多年前有相声是为什么？演员是为了挣钱吃饭，他是剃头修脚的手艺，观众来说是哈哈大笑。尤其现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缺钱的、缺车的、缺房子、缺德的，缺什么都有。进了这个屋，我给不了你这些个，我保证这一下午你能够忘掉这些烦恼，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这个年代说有这么一地儿让你开心，不好找啊。谁说的相声必须要教育人？谁说的？教育意义，听这段相声要学会什么？听那段就得出这兰亭马去，不可能的事儿。中国京剧院唱一三岔口，看完了受什么教育了？受什么教育了？对吗？中国杂技团耍狗熊的，你看完受教育了？15个人骑一辆自行车，你受教育？他违反交规，你知道吗？这孩子，非得让相声教育人，非得每段都有教育意义，我不服，知道吗？哎，让人受教育的形式太多了，放了相声吧，饶了他吧。哦，他也没害任何人，就让他给大伙带来点快乐，我觉得很好了，已经。对，不用这么苛求。是的，是不是？像咱们的观众说良心话，天底下第一，哪找去？北京城会听相声的都在这儿，都来了，这是明白人。这么多年了，从我们转战南北这些年，大伙儿一直跟着我们啊，台上台下混为一体，甚至有的观众头一次来进门就觉得能接受，很欣赏啊，甚至有的观众跟演员关系很密切。对啊，有一次我们有演员李菁，大伙儿都知道吧？卖宝的李菁，是吧？很刺激那人。散了之后，演出完了之后，走到这儿，地上有块手绢，写着什么？小娜，来呀，有个电话，哈，李菁打电话，过两天俩人一见面，你看，交上朋友了，谁？这不挺好吗？那张先生也运用这事儿，我呢，这边散了手绢，阿秀，电话，张先生攥着握手里，不给别人看，偷面打电话去，一打电话，喂喂。他一听那边徐德亮接的，师傅您啊，哎，怎么你接？阿秀呢？您等会儿，奶奶电话。水乳交融，知道吗？徐德亮的奶奶是啊，那是我大妈。就是。也起那么嫩的名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是不是？当然，这事儿我也遇见过。我已经昨天有一事儿。昨天演完了，昨天我们唱戏《狸猫换太子》啊，我这谢幕，前面有一个姑娘站起来，特别好看，哇，长头发，穿的挺讲究的，冲着我乐，还冲我，有意
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就不这么回事，都往后走，我就站着没走，一回头他就走到门口了、啊、还回头冲我。嘿，我说你等我一会儿啊，卸妆脱了衣裳洗把脸赶紧追出去，我打这边出去、哦、他到马路边上了、啊、我一咳嗽他一回头冲我一乐，哎，我说你偷偷我跟着你啊、嗯、我媳妇在头里我看你不合适啊，拐弯就奔那停车场，他头里走我在后边跟着看着我，他说你头里的跟着、啊、一直跟在前面跟出二里地去，我说这不行太远了，一会儿回没车了 啊，赶紧跟过去，我说哎怎么着有事跟我说呀、啊、说，我说你就这儿说吧啊，行，不是你到底找我干嘛啊？没事你这样啊，我就这毛病。练会在搁水里省得淹死，我都没听
说过。他们不让我练啊，活该哟，死去。我练别的啊，换一个项目，铅球也行啊，田径我喜欢。是什么大个儿？对，拖着啊，人扔出去，这个远呢。那好啊，裁判说了，嗯，人出去不算啊，球留这儿了，太神奇了。哎，对，您怎么扔的呀？我怎么出去的？他们不让我练，是活该啊，死去。好嘛，我后来练足球。哦，这大项目啊。教练说，你要是踢足球，你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那说您够条件，但是有两样东西阻碍你的发展。哪两样啊？左腿和右腿。哎，干脆说您就不是干这个的，知道吗？不让我练，活该啊，死该。嘿，好嘛，哎，练别的，还练什么？我练轱辘鞋。轱辘鞋？你没见过吧？我不知道。鞋上带轱辘，滑起来唰唰。旱冰鞋嘛，别给胡起名字啊！我这是胡起名字，大葫芦鞋啊！有朝一日世界奥运会大赛啊，葫芦鞋专业啊，我是金奖。嚯，我喜欢这个啊！那您练风驰电掣？对，我在屋里练不了，地儿小，上街上，对，马路六环以外。嚯，穿上葫芦鞋啊，来大卡车，嗯，揽着后抛光。哎，嗨。这是您练的吗？他开车，我跟着跑。啊，轱辘鞋都冒火光了啊！老百姓们都喊是，快看哪吒！哎嗨，好嘛、哎，拿这当风火轮了。我就是忘了问了啊，这个车是奔内蒙的去。是啊，我没有坚持到。哦，承德就掉了队了。把您就给甩下来了，鞋都磨没了，好嘛，太疼了，净剩磨脚了还不疼？不让练，活该啊，死去！这不是谁死去？谢谢大家支持我。谁支持你了？跟你一块喊就支持你啊！你说我怎么这么不顺呢？您呐，我那会上桥的时候，我也是求学那些年，啊、算吧，啊、小学十二年。啊小学就上这么些年啊？他们舍不得让我毕业。谁呀、啊？我被评为全学校最熟悉的面孔。新老师来都跟我好比学校内幕。哎，您根儿比他们深呢。我也不爱上课，不喜欢。老师说那玩意儿我也听不懂。哦。他也不爱看我，我也不爱看他。这全相住了。省得打架，搞点别的玩儿吧。干什么呀？我喜欢吹口琴。哦，练练乐器也好。嗯嗯，我们的音乐老师说了，啊，你有这方面的潜力。哦，有天才。先练胡和音。怎么叫胡和音呢？就是这样发声啊。哦，就练这儿能吹。练了一个月。哦，口琴算什么？不喜欢了。骨头才是主要的。啊？骨头？嗯。同学们就把钥匙都让我给闻一闻。啊。两天您能缉毒去了。嗯，后来我就不练了。啊，还不练了？我看书。啊，喜欢书也好。最喜欢看书。那长知识。我买了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对，哎，光看《金瓶梅》也不成啊。我先看的画呗。嗨，行了行了，您撂下吧啊。后来看这个不行啊。啊。让人没有斗志。那倒是。我买武侠小说。还是闲书。在宿舍里大声的朗诵。哦，还读出来。我喜欢人家这几个文字。怎么写的？行云流水一般。顺当吗？那档次很高。不叫档次啊。啊，档次。档次很高，可以和昆曲相提并论。怎么写的呀？大声的朗诵。能念出来吗？他的血是冷的。哦。他的心是冷的。是。他的刀是冷的。嗯。他的剑是冷的。啊。他的人是冷的。哦。这孙子冻上了。实在不怎么样的，全是凉的呀！这个，您瞧，您看这书，有什么用这玩意儿？哎，一点用没有。百无聊赖的时候啊，有人给我介绍一女朋友。哦，搞对象了。长得漂亮吗？好看吗？那脸跟车祸现场似的。嚯、哦！
没法看了。最好看就这两只眼，有神呐、啊，有神啊！哎哎，斜视啊，这个跟谁说话都不客气，是吗？你好，哦，好久没见到你了，是，别走啊！啊，哦，没动，哎、没动，给人说走了这。自从有了他，啊，我过马路的安全系数大大增加。怎么回事呢？他您告诉我那是来车没有？哎，对，那这边谁管呢？这个自个儿看呗。好嘛，你们俩有点意思啊。在一个风和日丽、草长莺飞的下午，哦，我和我的美丽女友是偏见小姐。怎么叫偏见？这眼神不偏见吗？哎、不是净往一边看吗？那我们两个坐在刚果布拉柴维尔31种口味冰淇淋店。哦。看着他一勺一勺的吃光了我跟前这份儿，哎，对，他自己那份儿他看不见吗？我很饿的，我都瞪他。哦，他怎么样？他无动于衷，根本就没瞧见你。我思绪万千，哦，想起我远在南方的父母，想家了，出外求学很多年。是是是，也没回趟家。嗯，今天早晨我爸爸写了一封信。哦，来信了。亲爱的孩子，哦，你出外很多年了。是。今天若不是邻居的提醒，嗯，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个儿子。啊？什么当父母的这是？咱们家搬家了。哦。你猜搬到哪儿了？这怎么猜呀？提供你一个信息。哦。是离家400公里的地方。那也没地方想去，家里都挺好的。哦，放心吧。是，这个星期下了2场雨，天不好，一场3天，一场4天，那就叫下一礼拜，知道吗？孩子，我们很希望你能够再回来。啊，再见。完了，我上哪儿找你？这缺心眼都碰一块了，很难受啊。嗯，这个时候，美丽的偏见小姐，呵，就出一主意。怎么说呢？带我去找远在南方的父母。他带你去啊？嗯，我们两个人来到北京站，哦，没有票。哟，我的女朋友找到警察。嗯，你知道票贩子在哪儿吗？嗨，问警察去呀、啊？警察看看着。啊，我也找。哎，对。这不是全找这么一人吗？他也不从哪儿弄2张票，还真买着了。我们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往西边去了。3天3夜之后，嗯，在一个我不认识地儿下车的。对，你跟他走能认识得了吗？他带我走进了森林的深处，进林子了。我实在太累了，哦，躺下就睡着了。睡会儿吧。不知道多长功夫，嗯，他推我。哦，哎。他推那是你吗？你不知道？斜着眼睛，这我这推谁呢？这个讨厌！不许拿我女朋友开玩笑啊！还捧的都这样了啊？干嘛？啊啊！什么事儿呢？是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还有心对了啊！还有心情逗闷子呢。坏消息是什么呀？啊，咱们迷路了。以后只能靠吃牛粪过日子。哎呀，这太惨了。好消息呢？哎，挺好的吧。牛粪有的是。什么好消息是？哎呀，哎，对，哎呀，我这嗨、哎，行了行了。哎，你别跟他置气了，别跟他置气。嗯。哎，我打了他一顿。啊。转身我就回来了。自己回来的。回到了住所，我思绪万千。怎么了？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呀？哟。倒霉呢！啊，我死了算了。哟，轻生啊！谁也别拦着，不活了。找出一把菜刀，自杀。再见了。啊，我要死了。是，我要用菜刀抹脖子。抹脖子，搁一菜刀管什么用啊？这个磨刀就好嘛。嗨，哪有功夫磨刀啊？还哪个英雄死菜刀里的？没有，那不死了啊？疼的，还是主要怕。换个别的法吧。怎么着？触电。摸电门，这快，倒是拧下的盒盖来啊，拿个试电笔，嚯，零线火线全都亮，全懂。再见了，朋友们，摸吧，手指头一伸我就死了。对了，祝你们幸福。您来，怎么回事？停电了啊？
停电了，这功夫你这事闹的啊，实在不行我跳楼啊，坠楼跳楼我研究过，怎么二楼和二十楼跳下去不一样，这有什么区别呀、啊、二楼跳下去是啪，二十楼呢啊，就这区别呀、啊、没研究一样，您这个你说我是先啪我还是先啊，您跳的什么声啊？我一跳是蹦哗啦。怎么这声啊？玻璃窗碎。好，没开窗户就跳啊！我不能死。怎么不死了？我要干点对国家有益处的事情。哎，这么想就对了。希望我们国家很富强。对呀、啊。希望国家很有钱。嗯。所以我要印假钞。这，您怎么想的呢？您这是。后来我有一朋友。啊。知己啊。哦。哦、过命的交情，他指着我，你要疯啊！哎，劝他，你有病，这就对了。国家有规定，是印大票犯法，印小票也犯法，知道吗？他告诉我，你就印一块钱一张的啊，这个国家不管。没听说过都。我说我也没印过呀。啊，哪儿买油墨？买纸。嗯、啊，那油墨那滚儿啊、嗯嗯，印钞票还这么印呢？现在印完拿剪子搅嘛，是吧？谁说的？这都是。不是哪儿买？我也不懂。我这朋友说了，我一算算吧，怎么算？他给我算完了，嗯，说一张一块钱的合50块钱的成本啊，我帮你做吧，哦，你给我50，我给你一块，嗯，我保证你这一块到哪儿都看不出假来，是是，我想了一个多月，结果他是不是骗我？哎呀，哎，您这脑子太慢了啊，您就是骗你呢，这也就是我呀，啊。这个恶的，嗯，我一琢磨，这印钱不是个事儿，根本就是。等印完了，搁阳台上，拿夹子夹好，一个样一刮风的，快撕碎了。嚯、哦，你想的，想的真细，还直接抢银行吧？啊？银行都是钱，这倒快，来得快。嗯，来吧，抢，抢银行吧。什么？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哦，我一定要万无一失。这倒是，有很多抢银行的先例。有鲜血铺成的道路，这还有先烈呀、啊！想当初有一位先烈，嗯，他去抢银行，哦，就是考虑的不周到，怎么？深更半夜拎着菜刀冲入了武警宿舍啊？走错地方了，没给他打死，该，那个惨呐、啊！是啊，咱们还有一位先烈啊，想得很周到，是吗？用麻袋套在头上，哎，这对。哎呀，当时就压死了，太惨了。我们还有一位先烈，嚯、哦，这位先烈很了不起，怎么？很勇敢，是冲进银行把枪一举，嗯，打劫，对，后边40多人都把枪掏出来了，怎么那么些人呢？警察发工资，哎，嚯，全让他赶上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位先烈，哪儿那么些先烈呀？他成功了，真的吗？抢了170万，这不少，大麻袋背出来往车上一扔，开车冲上了北三环。好，当时是下了5:40啊，警察来的时候他才跟那儿堵着呢。哎呀哎呀，赶上堵车了，这怎么办呢？这有这些个县令用鲜血铺成道路，我为什么不能成功？嗯，我开始锻炼。锻炼干嘛？先练跑步。有什么用？万一警察追我呢？哦，早晨5点下楼跑步，跑去吧。小区有人比我早。怎么？遛狗的人。哦，哎呦，这小狗可爱呀、啊！这么大呀？叫大毛啊？那是小狗吗？不这么大。那个爪子呀？这么大呀？狮子似的，那是大狗啊！我跑，他也跑，他不追吗？3分钟我就上了8位高速了，我、哦、真快下来了啊！我成功的甩掉他、啊，不跟着你了，没有问题了。是是，吃过晚饭，嗯、从张家口坐车回来的时候，你先等一会儿吧。不是，别想了，别想了，这么会儿都跑张家口去了。你琢磨我这速度，哎、对，我这手伸出来能飞起来。哎、要不怎么甩的呢？我认为啊，我一个人干不了这活，找一同伙，得有一帮忙的。哦，
我有一同学，家住南方，哦，祖传七辈是神偷贼窝，我让他来帮助我。怎么？他很兴奋，高兴，坐火车就来了啊，在火车上铺开了纸，嗯，写抢银行的计划。火车上旁边坐着四个老红军啊，火车直接就开派出所去了。哎，对，现修路都得。哎，我一个人也要成功啊，自己干吧。我先去采道去。怎么采道？门口有一个工商银行。对呀、啊，写着工商银行身边的银行。宣传语。对。怎么？从身边的下手。啊？正午12点。哦。我来了。真去了。迈步往那走。怎么回事？玻璃太亮了。好，您连门都看不见，还抢银行呢？鼻子都歪了。啊。赶紧治病去了。啊，去吧。旁边那缺德医院，澡堂子改了，除了修脚，别的都会治。看不了还。反复思考，这个办法不可行。怎么呢？你想，我进去先拿号。是。人家有一机器，79号、84号，等着叫。还拿号？等着吧，一个个叫到你这儿了。你把手从那柜台伸进去。对，有一窝。在卡那动不了。啊？他得把我手表摘走。嘿。您连这都抽不出来，还惦记抢银行呢？我就赔大发了，我就不知道谁抢谁了，都是不是？我后来想，嗯，我抢运钞车去了，那大汽车那里肯定有钱。是，别看拿着枪，未必有子弹。您怎么想的？这是挺贵的，他能配这些吗？哎，好嘛，我得训练，这还练？我抢运钞车了，对，我练习。怎么练？我骑自行车，别大公共。哎。玩命的吧你这儿！别105，别937，嚯、哦，都别过来了吧？啊，司机都客气啊。是啊，作死呢、哎，那是骂你呢。那天我跟先生训练啊，打那儿来辆运钞车，真来了，真出了一帮劫匪，两伙人打起来，车也翻了。哦，打车里摔出一大铁箱，到我跟前摔开了。哦，我一沓一沓多少钱？少说得有100多万，不少啊。平地一声雷，陡然而。转眼顾家翁出单有钱了，您呢？我倒了霉了。怎么又倒霉了？怨我自己。怎么回事？拎着箱子啊，上银行存钱去了。傻小子。